OK， 今天我们来抽这个雷鼠朝庆啊、哦，雷鼠朝庆，然后跟这个幽鼠的音息。避实就虚，我真的想不到他们竟然会做出这种属性的魔改的音息。OK， 没有，还没有加法术。那音息变剑客啊，变侠客了。哎、欸，好像没有哎、欸，我等下，再调整看看。没有。哦，要三次抽喽。然后，其实撞水都可以啊。第四十抽，我是觉得重石，我自己觉得重石都可以啊。哇，三十五，好，第五十抽，嗨 ，S 安安，哦 ，S， 我要跟你们分享昨天遇到的鸟事，干，没有。中血的话先不要啊，先不要。一二三四五六。哦，昨天有没有乱呛我啊？我看的是贻笑大方，然后还被说啊这样子就置顶留言。哦，反正很夸张啊，等一下跟大家分享好了。有了啦，有了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最后一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拜托啊！藏好了，我的围猎才刚刚开始。可是 我想要雷鼠朝庆，看来最近还是运气不错的嘛。但是六十抽中嘛，看一下，六十抽嘛，对。反正是鬼爪不好抽，没差，不重要。尊神，现在我是你最爱的仆从吗？尊神，现在我是你最爱的仆从吗？哎，这是什么？神灵清单，哦，是新的、哦。尊神，怎么都讲同一句话？先拉上去哦。啊，对，还有一个阵法哦，都忘了。看一下那个有没有时装，有，我记得还有。时装是看得到脸的。哦，一样会动，嗯。我的信徒啊。对你来说，看到我的妹妹了吗？我看到我的妹妹了吗？我好想她。我的信徒啊，对你来说，死亡也许是尽头。尊神，我的信徒啊，对你来，我的信徒啊。OK， 很好，很棒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
目前幽云溪的话，把你的灵魂交给我，在我的掌心里，它才会发挥更大的价值。时装，我的信徒啊，对你来说，我的信徒啊，对你来看到我的妹妹了吗？他有阵法了，之前在幽鼠的音系的影片就有介绍过了。OK。你等一下看他招式好了。然后剩下的话，我是想抽心愿啊，心愿把它开一下。他基本上高庆跟那个风寒月，欸，我有风寒月了吗？欸？欸？好啦好啦，我看有没有其他的，我都有了。这个照耀，我不想抽照耀啊。那我等下次好了啦。没有凤凰月，我想要凤凰月啊。还是再拼一次。哎，我不想再拼，因为我想要留着抽下一次的。幽鼠的兵力，我怕不够用，880，对，我怕不够用。好了好了，不要了，先这样子，我就留着好了。凤凰月就算了，凤凰月跟雷鼠超性，还有火鼠超性就算了。好，我们这次花了1234566抽到60抽到幽鼠的音息，好，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。OK。